善恶因也。国土粗妙啊，国也。人善则土妙，人恶则土孽也。这一段借前启后啊，总结前面所说的，由此可知，净土这桩事情呢，完全在人心啊，人心善，国土就妙啊。人心不善，这国土就粗了啊。用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来做比较，世尊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看到后面48愿就知道了。看到那个地方的正报，32相就明白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居的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，都是居住在这个地方人心所变现的。佛说得好，极乐世界那边的居民皆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啊，不但是善，上善，也就是说善到极处了啊！每一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善，啊，也许我们怀疑啊，这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三恶道的众生、地狱众生带着极重的业习啊，这习是习气啊，食物的业习，他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也是那么美好吗？是的，一点也没错。啊，那这不是跟一般经教上所讲的有出入了，不一样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他带的食物的业习在极乐世界不起作用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缘，带的这个习气是因的，因要遇到缘，它才会起作用，才发作，它没有缘啊。也就是说，极乐世界它所遇到的缘都是善缘啊，极乐世界没有恶人。那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能想象得到，除了听经闻法之外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
每一个人心底清净光明，法喜充满了，这个依报环境怎么能不妙呢？那么翻过来看我们这个世界，纵然从小读圣贤书，有深厚的功底，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大染缸，什么染缸呢？无逆识物的染缸，长期在这个染缸上，染缸里面，它能不受影响吗？那这个染缸是圆的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在极乐世界，你所染的是大乘经教，是无量的信德了，里面没有我，不但没有我的事情，这佛说过了，连我的名词都没有，你都听不到。我们这里讲的啥道言妄，极乐世界听了没人讲这个字啊。如果有人讲，会把你的习气勾引出来。他没人讲，你听不到。你所听到全是善的。尽善尽美。那样的环境。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功底再深的人，如果三天五天不读经不念佛，他的烦恼习气就会现前。你说环境的这种染污的力量有多大？所以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要学习的，孔老夫子所说的中恕，也就是要把心量脱开，原谅这些可怜的众生。根底再深厚，如果不读经、不听经、不念佛，抵不住外面这个习气、这个影响，抵不过，那个诱惑的力量太大了。所以我们往往看到，书念得不错啊。过去行为不是这样，现在怎么会变坏了？你的细心去观察，它变坏是应该的。它要不变坏了，它就是佛菩萨再来的。它不会变。那还有一种呢，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天天念佛，天天听经，天天读经。这也就是每一天呢，用这些东西加强他的免疫力。他能抵抗得了。这些外头奇奇怪怪的病毒他抵抗得了。经教一丢掉的时候，那就不行了。他就没这个力量了。
啊，连过去儒家都讲，三日不读圣贤书，面目可憎啊，何况大乘佛法啊。古德常说啊，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，一时一刻不能离开啊，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啊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自己晓得，自己真干。啊，2007年，剑桥大学汉学系的一位老教授，汉学家。我2006年去访问伦敦，那是我第二次，我就访问剑桥，访问伦敦大学。啊，第一次去的时候看过牛津大学。啊，我给汉学系同学们上过课，给他们同学啊，这个老教授吧做过交流。啊，向这些同学们说，啊，这同学们我佩服，啊，他们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，能看中国的文言文，这不能不佩服啊。啊，拿着佛经写博士论文，有一个同学告诉我，他用《无量寿经》写博士论文，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本子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有9种不同版本，我说你用哪一个？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，就是我们用的这本子。不容易啊！啊，用孟子，用隋唐的文学家，啊，他们的。这个著作写论文，我说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可以将来在欧洲啊也做个名教授，啊，著名的汉学家，啊，可是我说你们一生依旧会生活在烦恼痛苦的世界，他们大家都笑起来了。我说你们不能跟我相比，啊，不可能像我这么自在，这么快乐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说，你们所学的汉学，啊，内容包括的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啊。这外国人的字是从这边往这边读吗？你看佛学啊，道学到这个道学啊，儒学啊，我说我学的跟你们颠倒，我说我们中国人从这边念，那我从这边念呢，就是学儒、学佛、学道，哦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儒学、道学、佛学是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，你自己得不到受用啊。那学儒学道那不一样了，学儒要学孔子，像不像孔子？学佛要像释迦牟尼佛，学道要像老庄，那你真学得很像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你看夫子论语头一句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他的生活快乐，生活幸福啊！啊，这个快乐幸福从哪来的？从学习当中带来的。他把他所学的东西全落实到生活上了。习
就是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何学何用，他快乐无比啊。临终念佛助念是好事情啊，能不能往生就看那个亡灵他愿不愿意接受啊，关键在此地。助念的人没有办法强迫他，助念人要能够强迫他往生啊，那这个事情好办了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临命终时都会强迫我们去往生，这不可能的事情，绝讲不通的事情 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，我们就不会被人欺骗，要真一下功夫。这个里面真正的关键就是第一个，要真正知道六道轮回苦啊！啊，咱们这不是讲地狱，六道都苦啊！现在活在这个世间，我感觉的是人间地狱啊，活得太苦了，活得不快乐、不幸福啊！纵然有钱有势力，那就像服毒品一样。啊，让自己暂时麻醉而已，那不是真正的幸福快乐啊！所以真正了解六道轮回苦啊，要效法菩萨，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还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这就对了啊！在这个里面选择我们的出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来求生净土啊！我们现在善根福德因缘也都去做，最重要的是怎样克服烦恼习气啊，这是我们眼前关键的问题啊，如何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，放不下，我们这一句佛号要能够控制得了啊，真正做到福烦恼啊，那就是带旧业不带新业啊，现行是决定带不去的啊。为什么临终断气的人，祖师大德叫我们不要去碰他，不但碰不能碰的身体，他那个床都不要碰到啊，都要离远一点，不要碰到他啊。为什么？怕他生烦恼啊，他一生烦恼就走不了了啊。这是真的，一般人断气之后啊，神识8个小时没有离开身体，他有知觉啊，延到12个小时，这是为了安全啊，12个小时应该他离开神识离开身体了。真正念佛人
念佛功夫有功夫的人，也就是讲，如果真的得到功夫成品，他一断气就走了。啊，那个就是所谓的真心切愿。啊，这一断气走了。啊，功夫差一点也都要有功夫，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，还得是有功夫。啊，或者是过去生中的善根。啊，助念帮助他引发出来。啊，他神识离开身体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啊，不是那么快。啊，我们也能肯定，决定是在8小时之内。啊，所以12个小时，这是很安全的，啊，这才可以碰它。啊，它是不是真的往生？对我们来说，是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们自己只要对亡者尽心尽力做到了，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是不是真的知道他往生呢？我们自己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，他往生到那不就见到了吗？那到那个地方没见到，他就没往生。他没往生到哪一道里面去，你也能看得到，你也能知道。啊，你还是会照顾他，还是会帮助他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是阿惟越致菩萨了。你的能力就跟经上讲的一样啊。啊，不但具足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天眼，而且跟佛一样的无眼圆明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自己念佛求往生才是真的呀！啊，真的帮助你的家亲眷属，不但帮助现前家亲眷属，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你都能帮得上。啊，你自己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，还在分别执着，啊，这都是自己造成的障碍呀，错了。啊，热心帮人作念的人，好事。啊，他着急宣扬这个助念的功德，也是一桩好事。古人说了一句话：“好事多磨。”啊，现在这个世界，做坏事帮忙的人很多啊，做好事不见得有人帮忙，可能还有人障碍你。啊，所以好事多磨。啊，我们自己只要尽心尽力，都是功德圆满啊！这是大乘教里面佛说的很多啊，不要在这上面分别执着啊，一定要尽心尽力。下面说，此门唯有发菩提心，上善之人才能去入，洞开此门，故曰
通达善趣门，云何洞开，唯有成就净故，普摄群生之净土法门也。这洞开此门，只有一个人，阿弥陀佛啊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欢迎我们去往生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，这才叫洞开此门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学佛这一生不能往生，我们的功德堂捐了，很可惜啊。啊，但是有很多同学都说往生没有把握，念佛功夫不得力，越着急就越糟糕，就决定不能成就。到底怎么办？心平气和，该放下的统统放下，啊，该认真的那要真的去认真。什么是该认真？念佛该认真，除了念佛是这个大事之外，其他的最好都淡薄一些，别认真了。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随缘度日啊，这叫随缘消旧业。不再造新殃啊，不要再造业了，善业恶业都不造，我们心就清净了。